艾滋病可以治愈吗？到目前为止，艾滋病依然是一种可以控制、可以预防的疾病，但临床治愈病例非常罕见，因此呢，它仍然不是一种临床可以治愈的疾病，需要长期的抗病毒治疗，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综合的系统的治疗，根据病人的不同状态，我们可能给予不同的治疗，但是对于艾滋病患者，口服抗病毒治疗是他的根本治疗之一，这些治疗呢，都需要专业的医生去指导。